上古神不应该是将世间所有都握于掌心的吗？算是吧，但唯独我自身除外。这三界唯剩一个神了，没有人能承受失去他的代价。幽兰说的没错，行止不能出世，没有谁能承受失去他的代价，只因为他早已不单单是他自己了。如此沉重的责任，实在让人难以背负。啊！天君，有火光，往西院去了，已经烧起来了。